诚心来许愿，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。相信斋听歌声都唔难估到配音嘅系边个。Hello， 大家估唔估到咧？我系 Joyce 郑欣宜啊，今次声演 Ash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阿 D 何启华，今次声演华伦天奴。销声匿迹半年，终于逐步复工的欣儿又有新动向，为迪士尼圣诞档期的动画配音，一众 fans 收到消息都相当兴奋。电影公司今日更加发布新一段宣传片，片入面见到欣儿状态不错，同 D 哥互相分享对于许愿的信念。其实我是真心好喜欢 D 哥的幽默感啦，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可以分离啲咧？系一种 charm 嚟嘅，因为多谢。但我想这样想，错过了某些时光就没办法培育到这种的。D 哥何止有幽默感啊，更加出名是暖男，突然感性搞喊欣儿啊。我会希望 Joyce 可以开开心心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哦，Thank you。因为我们都合作过好几次，明白的，明白。所以我知道不开心是有很多个 reason 可以给自己不开心，但是我每次跟你合作我都很开心，那就可以了，那可以的了，多谢你，我们要一起多些合作了，我们要坚强一点、yeah. OK、yeah. 我们要坚强一点，一起努力、yeah. 真的很感动、sorry 哎呀，不过有消息说欣儿不会现身电影宣传，活动都会交给 D 哥出席，相信 fans 还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见到欣儿真身。